主料，鸡蛋4个，牛奶78克，色拉油55克，低筋面粉78克，糖70克，辅料，白醋几滴，开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，准备好食材，低粉或筛袋用，蛋清蛋黄分离，三个蛋黄与一个全蛋混合，蛋黄打成蛋黄液再与牛奶混合，将色拉油倒入锅内加热至沸腾关火，加入过筛的低粉，快速搅拌成烫面团，继续搅拌直到出现顺滑的状态，把烫面倒入蛋黄液中搅拌，搅拌成可流动顺滑的蛋黄糊，蛋白内加几滴白醋，先转低速打至于眼泡状态，然后加入三分之一的白糖，一共分三次加入白糖，中高速直到打到适性的程度，提起打蛋器，蛋白听力最尖端处轻微下垂即可，将三分之一的蛋白霜倒入蛋黄糊中，用翻拌的手法搅拌均匀，然后把剩余的蛋黄糊倒入蛋白霜中搅拌成顺滑的蛋糕糊，模具底部用油纸包裹起来，绕进蛋糕糊，烤箱提前预热150度，将烤盘内装适量开水进去，放在倒数第一层，烤箱放在倒数第二层上下火150度，烤10分钟转140度烤50分钟便可。过程图，烤好的蛋糕先不着急，取出在烤箱里焖5分钟左右再取出，取出的蛋糕到后再往架上，等全完晾晾去掉油脂，就可以切块上用了。成果，我是用菜刀切的，不怎么好看哈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牛奶可用炼奶代替；二、烤盘那个水要用开水，而且不能装的太少了，不然在烤的过程中水过少会慢慢蒸发掉的。三、各家的烤箱温度什么的都不一样，还是根据自家的烤箱脾气来决定烤箱的实际温度和时间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